有什么得奖感言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哦，真的很在发抖，很紧张，然后真的很开心啊！这是我第一次拿到最佳女歌手这个奖，然后又在海外，啊、哦，好开心啊！谢谢大家。是我的第二张专辑，然后特别的感谢玛莎，因为玛莎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，还有张简君伟，他写的这首那么棒的歌，然后我很开心今天来到了新加坡，东西很好吃，天气很热，喜欢吃什么？是不是吃了些什么？鸡饭，海南鸡饭，还有肉骨茶，哇，好多哦。又尝试了辣椒螃蟹，不错。好，待会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。等一下，接下来为我带来什么歌曲？